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旗，我是主持人德瑜，赶紧请到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大人哥你好。德瑜好，大家好。节目一开始要提醒大家咯，我们股魔力 APP 有限时体验的优惠，我们的聚宝旗也有哦，欢迎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0800668085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 LINE， 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 DAREN888， 小老鼠 DAREN888， 掌握我们这个限时体验的优惠哦，把股魔力聚宝旗通通带回家。那么不管是在股票的操作、期货的掌握，都能够在兔年跟着大人哥我们一起继续的发发发咯。好，那么要恭喜我们聚宝旗所有的会员朋友，哇，我们的波段绩效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哎，又创新高了，恭喜大家。当然大人哥，是这个国安基金说护盘暂不退场啊，看起来要陪大家继续过年咯、那我们是不是顺着猫摸给它继续赚下去呢，大人哥？好，德宇好，大家好，我们先跟大家讲几个重点哦。第一个重点是上半场的节目，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股魔力的那个节目里面，我跟大家说，有新闻说根据侧面了解，对，他说，侧面哦，对，那个最新的国安基金的绩效应该是赚30亿。对，他很厉害啊，因为到12月底的那一天应该还是亏钱的，可是这几天连续涨上来，涨了600点，又涨台积电，就赚30亿、对，就赚30亿啊。然后另外的话，那个根据私下了解，根据私下了解说，有可能台积电买了大概78000张，哇，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刚刚德宇所说到的吧，就是接下来的国安基金就是要陪大家过年，因为昨天国安基金开例会公布他们的季报，没有公布持股，因为那是根据法规，它是不能公布持股的。但是反正怎么好像他可以私下了解、啊，对，私下跟侧面都已经被了解到了。那所以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就是，接下来3个月之后，他们好像才会再开例会哦。那所以这个期间来说的话，那个国安基金会陪着大家过年，然后呢，持续依然在盘中调控现在目前的行情哦。所以这是在上半场跟大家说过的。那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哦，所以现在目前的行情的话，我们的短波聚财，对，短波聚财的这个操作绩效依然是在创高的。那但是我还是等一下跟大家说明一下短波哦。那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真的没有天天跟你说那个什么上下两百点，上下两百点，天天没有赚的。可是我会告诉你说，反正我们的节目里面就会跟你讲一些操盘的密码哈。那比方说长波段看趋势，短波段看走势，这个应该听我念了很多很多次了。那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实务面向来跟大家说明。像今天早上我们给我们的会员的简讯的部分，这是怎么样说的哦？来，我今天早上说的，对不起，先把它切回到我的画面，我先把那个画笔再开出来一下下哈，来。好，那我们就把画笔开出来之后呢，来看一下我今天早上的call讯怎么说的。那当然这还是会员权益啦，所以你现在目前看到的时间已经都是收盘后了。可是我们绝对是在盘前8:30就已经给我们的会员的部分了。你就发现说这个漏漏等，这不是电脑告诉你的，这是我们的操盘室发出去的讯息。所以我们操盘室延续传承我的那个大人哥苦口婆心碎碎念的这样子的精神，也告诉我们的会员说什么呢？我们说来，支撑跟压力还是只好用以那种所谓白点来看，一关一关看。那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大盘收在哪里？14792，昨天在810，今天在792，根本就是在14800点了、只是它没有在这个准点这边，上面十点、下面十点就空在这个不给过的地方了。那当然后你再继续看下去哦，我就说短波先，短压先看前高14900、14910啊，有没有在这个84这边就止步了？有呢。对啊。然后呢，我这边说到有没有说，你看这边小支撑看740到750啊，有没有在746这边就止步了？有呢，啊有呢，啊就真的就是今天的行情是长这样子啊，高点149那边不给过啊，低点这边14750这边不给跌，给然后呢，莫名其妙这盘中又收在那个148，就收盘收在148这边，就等于是困在这个区间里面啊，啊就只能用所谓的一关一关看啊，那，我先跟你讲好了，那个。我就说我们今天的那个顺势的当冲策略的话，依照讯号，我再次重申，依照讯号，我还是务实一点，坦白一点跟你说，我们今天就是没有讯号。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会员，或者是说有看我们这几天节目的人的话，应该冲得蛮开心的，因为你会发现说，啊就149啊，空下去啊，然后呢14750啊，啊多做下来啊，然后呢这边空一段，这边做多一段，其实你要做其实是可以做的哦。啊，只是说我没有这么样的浮夸，我没有这么样的那个，我没有这么样的猜透每一个人心思，每一个人要怎么做是
每一个人的一个自由，可是在我的那个操作的一个揭露来说的话，我还是尽量还是以所谓的聚宝期的丰收一号跟所谓的短波来去做揭露。所以我们今天务实一点跟大家说，哦，没关系，我们的丰收一号的讯号今天是休息一天的。那当然我也说了，我们的该赚到的时候依然会把它赚起来，就像是1月9号我们赚106点啊，然后像是12月20号的话就赚252点啦，就是该赚到的我一定会告诉你。那即使是没有讯号的，或像是停损反手的获利反手的，我觉得都就是一个每天的这个依照当天的盘势，然后呢赚到该赚的，然后呢守住该守住的，用大赚小赔大赚小赔的方式，然后呢你就可以在每一天的策略里面跟着我们的聚宝期的讯号，然后呢就是有还蛮好的很蛮稳定的这样的策略，这是好工具，真的分享给大家。那也就如我刚刚前面说到，或像德瑜刚刚说到的啊，是不是我们就顺着毛毛就好了？是啊，没错啊，既然那个侧面了解过，私下了解过啊，反正国安基金还在里面啊，那你就顺着毛毛啊。那你就发现说，我就说啊，上礼拜我们的绩效创高嘛，对不对？嗯，五胜一负的短波聚财。对。然后呢，昨天前天的行情的时候，我就说有啊，再创高啊，创高再创高。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一月份回来，从14191这个波段的这个600点的绩效，我们就是赚到了啊。而且赚到的过程来说的话，它就是以一个赚到再赚到的方式继续赚。所以你看，这是最新的绩效，到14191这边是那个买讯嘛，然后呢，到这边哦，大概接近14000多点的时候，14300点附近的时候，又有一个多讯的部分，所以你这边可以做一次啊。如果你14191没有做到的人的话，你这边还有进场点呢，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是14833，那这个波段的话，其实这个波段就超过600点了。它就是顺着毛摸的国安基金的做多这样的行情，当然不只是国安基金啦，因为连美股也回稳啦。因为美股只要不要崩盘，我们台股就不会跌啊，就不会跌，就不会重挫啦。反正就是美股只要一跌，台股就不会好啊。如果美股不要重挫崩盘的时候的话，我相信台股就会延续接下来的元月行情、红包行情跟认养行情，继续把它做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不是只有做多哦，我们的任何一个不管是当冲跟所谓的短波的策略来说的话，都是以多空双向操作的方式，顺着毛摸的方式，该做多就做多，该做空就做空，因为期货它就是多空双向的策略啊。所以我就会说，还是好好就是顺着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部分，看有没有多空都有在做操作。对，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你真的好好可以运用我们的期货，然后运用这个好用的工具，运用这个好用的聚宝期的策略平台，那运用这个好的商品来帮你去做达成你的期货财富自由。你可以拿50万的本金，然后呢，从一口的大台子开始做操作。那或许你之前曾经做过三口、五口、八口，我不管。你重新开始认识期货的时候，先从一口开始认识它。那你用现在目前的短波聚财，或像是顺势当冲这个丰收一号的策略的话，都可以。因为你就知道说，哦，现在目前的期货跳动长这样子，那现在目前聚宝期的讯号长这样子，那现在目前的一个操作方式的话，我就用大赚小赔大赚小赔的方式，你看这边有没有？我就说啊，继续操作啊，我就说啊，赚大赔小啊，我就说啊，聚沙成塔，我就说啊，当你赚到50万的时候放口袋，再从50万开始做起，到100万再去放大口数，200万再放大口数，以此类推，到800万的时候，你可以一次 hold 有16口的部位，而且你不用怕那时候的行情，因为你知道你会在这市场上面里面多空双向去把这个聚沙成塔，然后去把它赚大赔小，把它赚起来。那这是期货财富自由计划，终究你可以运用这个很好的商品达成你的财富自由。那另外的话呢，你可以运用我们的期货操盘室，就是300万以上的300万以上资金的交易人，我再次重申，它就是交易，不是投资。期货没有投资，它就是交易操作。多空双向资金效率，然后呢我会帮你做量身规划，我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做期货的操作，一口的时候小部位小行情，五口的时候十口的时候大部位大行情，然后呢运用资金的效率的方式帮你达到复利翻倍，跟帮你达到期货的财富自由。所以无论是50万本金或者是300万以上的本金的话，你可以任你自己做选择。那真的欢迎用期货的方式，然后呢用这个很棒很棒很优秀很优秀的多空都可以双向操作的商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团队，然后呢帮你达成期货财富自由。以上分享给大家了。
期货就是这么灵活，多空双向操作都能赚。尤其呢，国安基金已经告诉你咯，他要留在场内，最新的一次例会大概是三个月之后吧。是的，所以呢就顺着毛摸继续赚吧，好不好？我们可以拨0800668085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人哥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DARIEN888， 小老鼠 DARIEN888。 而且最棒的是呢，现在不管是股票部分，我们好用的 APP 股魔力，还是我们精准的策略平台聚宝奇，都有限时的体验优惠耶，欢迎大家跟着大人哥一起在新的兔年我们继续发发发。谢谢您的收看，也再一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摩尔投顾陈坤仁分析师，谢谢大人哥。谢谢。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盘势提醒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请加我的 LINE 和 Telegram 官方账号， ID 是小老鼠 DAREN888。 谢谢大家。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